挺好的啊，挺好的，挺好。本身它我们中国现在造路啊、造桥都发达，因为很多国家它没有这个能力。嗯，就算有钱也造不起来。你看这个，看我们一路过来都是喀斯特地嘛，山洞里面都有洞。嗯，那我们中国基建狂魔嘛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南斯拉夫帮助协助中国人造的。这是李克强总理那次接见我们的时候说的，那其实还是很好的。就是以前其实南斯拉夫在60年代他也是基建狂魔，嗯，但是这种技术这种东西呢，随着后来经济整个瓦解掉，整个国家分裂以后就没掉了嘛。包括我们中国要收购当地一个铜矿厂，他们的师傅都说在40年前50年前他中国我们都技术人员派来南斯拉夫学习冶金提炼的技术。哦，那个在我们塞维亚松柏，这是我们好像是紫金矿业收购了几十亿美金。哦，那其实也有这个相互帮助的这个传统。对对对，他们有的他们有伤感，他说之前我们的技术那么好就停留了，解体了以后没掉了，现在要就是学生要过来帮助老师。嗯，以前我们一个镇人嘛，很多技术方面还是有互动，包括我们高速公路一样，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提升了就不一样。嗯，不提了，我们吃烧东西吃。好的，一下就暖和起来了啊。嗯，舒服。康哥，你今天晚上准备？我烧个猪排跟牛排给你。猪排和牛排。因为那个帅帅不爱吃牛肉。嗯。这边的我们的都买的比较柔，因为我们经常买肉。嗯。先腌制一下，腌制一下入味，你知道。然后烧，这样开烧锅。我先关了去。烧，你因为我没有酒，你上放点料酒，放点红酒，奢侈一点点。这个酒很贵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点在牛肉里面。嗯，猪肉就不用放，因为猪肉便宜吗？不是猪肉，没有两股味道。如果都放的话，它的味道会走近点，走近了你没有区分出来，那就不好吃了，是吧？嗯。先给它按个摩，腌进去了，腌进一般15分钟就够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肉是比较新鲜的。嗯，主要是把盐分进去，然后加一些油，因为到时候煎的话容易出油。主要是，哇，好香啊！主要在大。这个葱这是一爆锅，对，一爆锅，然后把香味打进去嘛。嗯，然后我们这个牛肉也特别棒，而且塞维亚和黑山的牛肉是跟都是在魏朝丝绸长大的，不一样跟国内的。嗯，国内一般是吃饲料哈。对啊，饲料吃的话它增肥嘛。嗯，这个比较瘦。嗯，这是小牛的，这是猪肉，然后我吃一下。哎，好香好香，可以吧？嗯，哎，一下子就热了。要不然朝着这镜头一看一下。嗯，然后它这个很重要，这个黄的，嗯，就叫牛肉的那种牛排的那个味道。啊，太香了，感觉。都吃葱的话，我就再也用葱爆一下。嗯。它这个油烟没事啊？那没事，我们中餐没办法。嗯。还有葱，然后这个主要是要定期的翻转的，怕焦掉。嗯，就今天我们吃的鱼啊，那个老太婆应该烧了一辈子的鱼呢。你看刚好吧，张哥。哎，饿的。这是我们的米饭。啊，嗯。闷的，闷的。因为这里海拔1200-300米了。嗯，300米多了，然后那个大梯压力也比较大，小。嗯，比较小，然后要稍微煮久一点，米饭可能不能能烧得成功，我们尽力吧，尽量让你们肉吃饱了，因为最软的时候。塞维亚一个习俗，如果两个新人结婚的话是送葱的。啊，送葱的。
上盐啊。他们当地的习俗，嗯，他就送一捆葱，当天结婚的时候。有，反正有葱这个项目的。嗯。哎，这边一般你看烤炉的话，嗯，我们这么开的，我们这个放三档，因为在烧米饭嘛，啊，它六档是最大，你看上面如果烧的话，啊，最上面是最上面，我们现在下锅在这里，下锅它都是用胶水出来的，啊，这边下锅在这里，你看，然后一定要回味的时候要把它归零，这样很多人会忘掉就不好，就会一直热热热，啊啊。这老的当然还好，这四个锅都一样呢，四锅有大小的，然后有分成熬粥啊，啊，有大小，对，一般是怎么分的？一般我们旺火大的嘛，你看，嗯，你看这边的小一点，上面的小一点，上面大一点，嗯，然后牛排现在烧好了，要让它冷却一下，哦，但是我一般不洗锅的，来冷制一下15分钟，它那个汤汁，那个牛肉的汤汁会锁在里面，冷却，别动它。你看它自然就是外面熟，我为什么不洗锅呢？因为我们今天买了，不是我买了一些我比较喜欢的蘑菇，蘑菇呢它温度加高以后，嗯，先你放一下，我们把分开不切，我是个懒人，你先放一下它的那个这个洗了然后洗干净了，嗯，放这个，然后这个放进去，那蘑菇里面水分比较多嘛，然后你需要放一种调料就够了，那就是盐，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肉味在里面嘛，牛肉的味道在里面，在锅里面，也不要浪费掉，那我就稍微撒一点盐，它等会儿撒，但是因为还没过锅嘛，这是猪肉已经出来了，色彩已经出来了，我刚才撒了一点。因为没有糖嘛，本来可以放一点点糖，那我再加一点那个，因为我们有红酒，酒本身里面就有点糖分，嗯，而且又可以去腥味，你看这个味道就鲜出来了没有，我们拿几十欧元的酒做调料，你看有没有出来香，嗯，就简单的烧一烧，这边锅旺一点，那我们就换个锅，这边差不多熟了，把它快低一点，这边的饭你看一下啊，快出来了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要的东西，可能我还得放加一点点水让它焖一下，没有筷子，本来用筷子翻转的最好，那我就你看它迅速的出来了，啥都别放，作为它的辅料，这是牛肉的辅料，这锅还是不错的，这个炉还是不错的，嗯，对，蒸熟的时候，蘑菇六成熟的时候，撒上盐，嗯，别的都不用放，因为把它水分逼出来，好香啊！然后水分要倒到作为牛肉的汤汁，它接下来可以逼水，你撒盐以后，它就水分就出来了，因为没有抽油烟机嘛，嗯，所以它这个。这是一锅做了什么？汤。什么时候可以吃啊？现在就可以吃啊。啊，这个是那个。看看今天晚上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哦。我主要觉得够吃吗？够吃，怎么够吃啊？多给你，多给你一点。嗯，我也觉得。康哥切了那么多，他不给我们做出来。康哥主要是肉。肉食动物。嗯。我只吃米饭。最重要的东西。关键是我们想吃素还不给我们吃素菜，其实可以，好了。